又成光老婆了，朋友们。哎呦！被迫养猫46。朋友们好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搞仓鼠店的。今天刚刚的店门口啊，又是两个大盒子啊，没得像开盲盒一样啊，像这快递盒像开盲盒一样啊。哎，还把我的拖把桶给用上了，我服了啊！你自己不能搞个好点的箱子啊？先把拖把桶拿了。哎，我晒的猫砂盆也给我用上了啊，正凡。哎，哟，又是大主，哎，不是大主，是奶牛猫，奶牛猫，是不是？还蛮乖耶，白色的鼻头，哎，还蛮乖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敢摸回去？你不怕又被搞一下？什么意思？恶心人。我说实话，先把它还是打进去了。哎，这还有一个箱子，看一下，先把它压着，先把它压着。你看，另外一个箱子，它都哭了，不是？没事，再压着。这还是大箱子，开盲盒，还有个大箱子。那这种大家伙，你肯定不敢开，不敢开，怕里面是个肥猫。是给我油水，油水，给我，给，爆不开了，开，爆一下，真的蛮结实，真的结实。这个大个箱子会，会不会有点慌？有点慌，感觉又是肥橘那种，这肥橘那种。大肥猫直接给你一巴掌，怎么没动静啊？不应该呀。猫呢？有个洞，有纸条回去。等一下，这有个洞回去。什么意思？好嘞，伙计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还能掏洞掏的？这下雨天，这个下雨，他把这个箱子搞湿了，你看，湿了，他把箱子掏的，这怎么搞啊？这猫没了，还有信伙计，你这晚点回来，怎么办？再找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信，看一下信。Up 你好，关注了你将近半年，实在没有办法才把金角大王送过来。他很乖，已经做了绝育，疫苗齐全，是个1岁半的弟弟。我父亲生病需要长期住院，实在没有能力照顾他，希望您能帮他找一个好人家，非常感谢，祝您的仓鼠店。这信写得很到位啊，我知道猫咪的情况，但是猫没了，这猫没了，这怎么找啊？这你看都搞成这样子了。这今天下雨，特殊情况，朋友们，小妈妈雨这么搞，这把上哪去找的？先把小猫安置的找一下吧。先把小猫安置了，好吧。这还放了猫粮和一些用品，还有哟，还有鲨鱼，猫还能吃鲨鱼。好，先去老鼠房里隔离吧。老鼠房，哟，大佐睡醒了没？又成了老鼠房，成了专门养猫、开猫的地方了。他有点慌，很好奇，很慌，很怕。不怕熊猫，熊猫身上有点湿，刚才跑出来，一下雨。到了天堂，全都是老鼠，我能钻进去。它是个白手套，朋友们，它很好奇，一直哟，哎，搞节目效果是不是？耶，不要进来啊！不要进来，里面是隔离房啊，是老鼠房，隔离房。这个猫都在门口等着我啊！嘿嘿，最乖了，嘿嘿。贝贝，出来玩好不好？贝贝，啊！哟，我还没靠近你呢，我离你这远你就开始了。又换位置，昨天在那个角落里，朋友们。今天白天在上面，现在跑到那里去了。试一下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刚买的什么喷雾啊，好像是防应激的，给它喷一下。怎么喷呢？有没有说明书？如果喷猫咪标记过的区域，它怎么标记过的？不知道，直接喷在脸上行吗？可以解除猫咪导致的不安情绪，直接喷在猫笼或者说在猫咪附近，大概是猫咪附近。喷一下，然后打开一下。他不会整我两下吧？他不会整我两下。我打疫苗了，我在这里。我就在这里喷嘛。来，不要搞我啊脸！你这个胶，不要搞我啊脸！喷你啊！再喷一下。喷旁边，不要喷他脸。
不在这里。这是减少应激的。哎，我感觉，哎，感觉爽到了，被他刺激到了。他好像就是那种什么什么那种化学作用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没的意思。不行，请勿直接向猫咪喷洒。啊，那我直接喷洒了怎么办呢？那我喷到旁边。喷到旁边。喷到旁边，好，这边再喷一点，不喷他脸的啊，不能喷脸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我刚才没看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直接喷的，把他喷懵了，真的，他眼睛睁开了，那么大也圆眼睛的，拜拜。那种越搞胆子越小啊，我不搞他，我想过来吃猫条的，刚把手套打开。变成他又变成光老哥，他耳朵消失了，朋友们，尝试一下好不好？吃猫，吃猫条，吃猫条。呦呦呦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已经看热闹不怕事大，看热闹不怕事大，我觉得他怎么越喷胆子越小啊？朋友们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？这太凶了，这我拿着猫条都不敢靠近他，伙计，我还没靠近他就开始了，大。哎，都看热闹啊！朋友们，名字给他取好了啊，有点暴躁了，现在小老虎一样，长得又肥，脸又大，就叫你胖虎吧，啊，很适合他，他们的大屁股，啊啊，五圈子快，一起问，我不敢问，我问一下，我不敢，我操，屁股好大呀，拜拜。